好，我是小邪。今天这个视频的主题呢，是想来和大家盘点一下我们家石锅建这个小米或者说是米家产品的一个使用心得和感受。那我个人觉得米家的产品呢，它的这个性价比和实用度都是比较高的，不过也有一些踩雷的地方。那希望今天这个视频能对你们有所帮助吧。接下来就从卫生间开始，带大家来看一下我们家都有哪些米家的产品吧。这个呢就是米家的自动洗手液机，我当初选择这一款呢，主要是因为比较喜欢它这样一个简洁的一个外观的设计。那它的一个缺点呢，就是它只能搭配它自己所生产的这个洗手液来使用，不过它的这个使用感受还是挺不错的，就是用起来感觉很方便也很好玩，总的来说对它还是比较满意的。这个呢是我们家卫生间的电热毛巾架，那我在它的这个插头的地方加了一个这个米家的智能插座，那它的作用呢，就是可以和你的手机去做一个连接，方便你进行远程的一个控制，还可以进行一些定时的操作。那其实它可以搭配你家的任何的这个家用电器来使用，方便你对你家的电器进行一个远程操控。我们家卫生间呢，还有一个这个米家的电动牙刷，这个牙刷呢是我给老李买的。那给老李买东西呢，最重要的就是性价比嘛。这个牙刷它只要99块钱，而且我觉得它整个这个外观的设计都还是蛮好看的。那我觉得对于这个性价比而言，也是没有什么可以挑剔的地方了。接下来就来到我们家的厨房啦。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位置呢是我们家的这个厨房加三件套，依次是米家的洗碗机、电饭锅和烧水壶。那我觉得，首先它们这个整体的颜值呢都很适合我们家的厨房。然后这个电饭锅和烧水壶呢，都是我们入住的时候就买了，现在差不多用了3年多了吧，没有出过什么 bug。那烧水壶我觉得就不用多介绍了，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电饭锅吧。首先呢，这个米家的电饭煲它煮饭还是挺好吃的。然后呢，你别看它这边功能好像不是很多，其实都可以通过手机 APP 去扩展，可以说性价比还是挺高的。这台洗碗机呢是我们最近才添置的，因为我们家没有位置去装那种嵌入式的洗碗机嘛，只能选择这种尺寸比较小的这种台式洗碗机了。那它的容量是4套的大小，我跟老李两个人平时用用的也足够了。台上式洗碗机的这个安装一般呢都是需要放在水槽边上，那它的这个进水呢是通过一个3通从我们的水龙头进水，排水呢就直接排到我们的水槽里就可以了。厨房里呢还有一个米家的天然气报警器，那这个就不是很推荐了，因为在我们家的厨房经常发生这种误报警的一个情况。这个呢是米家的一个电子猫眼，那它的作用呢就是帮助你更直观的观察和记录门口的一个情况，那这样就可以防止像平时有这种快递丢失啊这样的事情的发生。它还可以连接你的手机 APP， 让你随时在上班的时候就可以观察到家门口的一个情况了。那在客厅的空调这里呢，我加了一个米家的空调伴侣，那它的作用呢就是可以把你的手机变成一个远程的空调遥控器，来控制这个空调的风速啊、温度啊、模式等等。因为我们自己是养宠物的嘛，所以当时就想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在上班的时候也可以给狗狗来开空调。那这个呢是一个米家的一个驱蚊器，我觉得它比一般的驱蚊器呢就是要好看，而且没有什么味道，那驱蚊的效果我觉得也还是蛮好的。那它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它里面的这个风扇转动的时候有非常轻微的声音，如果你是睡眠的时候对声音特别敏感的人呢，可能就不太适合用它了。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我们家用的泡脚桶，那严格的来说呢，它不属于米家的产品，它是米家生态链下面的一款产品。就是这个米家生态链下面，它有非常非常多的产品和品牌，这些产品的风格都是和米家比较类似的，并且呢，像家电类的产品都是可以接入米家 APP 来进行一个使用的。我当时选这个泡脚桶呢，首先因为它颜值比较高，然后呢，它是有一个充电功能的，也就是说它可以无线的使用，非常方便。那它这个泡脚桶就是底部还带了轮子，这边呢有一个这种拉手，抽出来的话它移动就很方便。那我们家还有一个这个米家生态链的产品，就是这个汤锅，我觉得它的颜值就是非常高，还有这种不粘的涂层，也就是说不管是煮汤还是简单的烧个菜都是非常 OK 的。最后跟大家介绍一下米家的这个网关，它是整个米家生态系统的一个枢纽，可以通过它呢使不同的这个家电之间产生一些逻辑上的关联。就比如说我们家大门上是装了米家的这个门窗传感器的，那我们就可以设定当这个门被打开的时候，电饭锅开始工作，或者是这个空调开始工作。那像我呢还设定了在半夜时段大门打开的话呢，这个网关可以发出一个报警，就诸如此类的，它这种功能呢非常的强大。以上就是我们家所有米家包括米家生态链产品的一个盘点和合集啦，希望对你们有所帮助。有什么其他想看的